并没有登录了啊，需要同意玩家守则啊，89级啊，小鬼不寂寞。我操，你朋友可以啊！本来以为你套路深，你朋友他妈套路更深啊！你寻思你放长线钓大鱼，把号送给你朋友让他玩，玩二成以后充完钱你给他吃一把走回啊！结果你朋友觉得你这号不是很底实，压根就没玩，直接把你送进苦熊虚空啊！你们两个都是高手啊！2010年、2011年、2020年啊，这是10年的时间过去了啊，进入了一个超级无敌的这种安全异常状态啊。你好，我是只狗。这是什么鬼？这是哪年的3月17号啊？2010年的3月17号，有人对你说他是只狗啊。和宣纸鸢结婚了，14条系统纤细啊！2011年你的徒弟表现出色啊！武神坛最新的消息啊，坐骑改动，什么经脉重置啊，这都是维护的一些小小东西啊。这个号被关了10年啊，还没出来啊。行了，老板，那东西宝宝啥的我们也看不见了啊，那只能，对不对？以后再见了啊！谢谢老板的资源啊，很暴力啊。